不要不要老样。看行不行？别用，先别别用。这家还爱吃，这家的，这家妹吼是注定要害伊主人的，一直叫一直叫，你这超载人的身材。喂，内底有秘事的游客囝无？内底无秘游客囝。我啥意思？你就安那变声器呢？游客囝。我也没有讲啊。别咧吵啦，别讲。我看哦，你神经病啊！我代表是。我你问我神经病？什么啊？是你的某啊？你先听我解释。你别讲，你别讲，我歹听。我跟你讲哦，因为我嫁你啊，你敢做就敢承担。既然你做那个死在你手头，你卖看着我，亲像鸟屎看着你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再叫出来。你所以那个个车，你嘛不是我这沙坡人的材料，我今日是咧溜你。你唔免溜。你的气较消的，我才跟你好好啊讲。我未消，你若要我气消，就是你带我娘子当啊。我无可能出去啊。哎，哦，啊、你什么屁事来着？你别做孙啊！我不是做孙啊，这叫做英雄。英雄，嗯，有钱嘛有体啊。哦，是媳妇，算给你不少。啊，真是啊，你这乖乖的来着，那娘，我够生气，气个半小时。你卖外口拍，你得先回去。快点逃啊！你不多会我，我就困。只毛我呢，爹我靠背大声细声，你逃你当你娘的，我真的是空吗？我是爹是你亲生的。我明仔讲你先回去，等你去了先，我再跟你解释嘛。当场，好气啊！阿豪会上咯，阿豪阮朋友。我你我喊阿豪阿豪，我唔是咧叫阿豪，我是咧笑啦。你咧笑，你笑什么哈？我咧笑讲，我外面的所在，你刚才我看见什么物件？看什么物件？我看见真侪刀叉。啊，刀叉你要煮饭呢？你笑死啦！煮饭好高嘞，我吼看见这刀叉，人讲刀叉加了火。你想讲你秘伫内底无代志，无要紧，你继续要秘哈。我小凳子嘞，双臂放会小标。哎，凳子，小水货。阿兰，这是七彩的标嘞。我知呀。你要知影讲这会小的，不是我个人的问题，这新村要安怎？我就是条件要小啊，放心。最后七彩标啦，我小标，到时阵你到时计坐，这标物我会当定去，给你七彩标。啊，我起来叫起来吼，我讲正神啦。你就莫生气，不是我刁工要甲恁消灭，迄来入去拢个游家业，甲恁带衰掉，伊甲恁拖累，到时阵就找你讨命。今麦你是在保证个对无？你业障哦带重个，我话你讲。我就是你出去嘞。你唔出来，我放个消灭。我甲你开，也唔够你听我讲。哼，只要你若开门出来，我就甲你用讲个。哦，用讲个哦。用讲个，袂当去去靠动手哦。好，我卖去靠动手。哦我给他挡着就好了，他别去。先抢着卖吧，先开门呀！不行，我你要顾。卢林心还得讲。你看不着手机哦，你是嘛人啊？我好想我们这两天，你
我记得你即摆若甲我放开，到时阵哦，你互我唱开开的时阵，我不说十八条。我唔知你唱啥物嘅呢哈？我即摆唱了六条，你讲都甲我放掉，我甲你讲，我靠，我唔知你放。真正放。我唔放。除非你听我讲。你跟你生奶奶，你阿妈的手无好掉，我要死！你看，我还不头发洗机，你对我的手给我压烂的，你还说我大，万一我直接不头发断裂了，你也唔敢吗？不听啊！你要被关心，我不是爱关心一世人吗？是啊，你还照顾一个男将的。你只要好好管，你听我讲，我当年我来对你这样粗鲁。是啊。好啦，我今仔放你听我解释。红火头，我今仔红火头，红火头，我听你讲，我听你讲。其实啊，代志就是安尼先，你敢知影你大哥？你别没得
拢是好。小酒我给你陪坐，你我就无爱来分，我爱啦，我的心受伤啊，碎去啊，无可能，我啥啥话，西奶也袂通，啉酒也袂通，我即摆想要如何是好？Thank you.